林香凭借甜美外形及姣好身材走红。近期她除了前往日本参加时装周走秀，更陆续接下了两项国际品牌的代言工作，人气水涨船高。日前她的经纪人丽奈在社群网站发出长文，感叹这两年来走过的路。她坦言两年前林香的价码只有10000，还经常留案，甚至被厂商骂得很难听，嫌她没质感、没气质，担心品牌被伤害，让她觉得他们就像瘟疫一样。丽奈透露，林香一路走来努力修正自己的咬字语气，也很佩服对方的乐观正能量，总是能优雅的面对每一个否定，希望大家能看到她的好。从两年前无人问津，到现在被各大厂商争相邀约，令她觉得很欣慰，也引来大批粉丝涌入留言，纷纷为两人加油打气。